装的一些排版等等，开始有一些社区自己去做报，社区报，然后往电子媒体时代出来之后，那当然电视台也用，然后三台那个很棒，然后到网络那个所谓的 cable 出来，然后在后面做最后是所谓的网络时代开始来的时候，有部落格，最早是什么民事报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报，那个东西还变得是比较是，你也可以写，但可以放在那里。得到最近最好的是什么 ？FB， 是不是？可是到 FB 这时代，我会讲的是啊，其实不管说从以前推的跟那个，因为像那个上那个是，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像 FB 这一波这么汹涌，因为它到汹涌到，你知道是其实以前很多的，啊、谢谢，对不起。其实很多的大众媒体对于这种所谓网络媒体是嗤之以鼻，就觉得我是中视、华视，我是 TVBS 的，我还跟你在玩网络，他连就是觉得他这种小媒体都要讲是非主流的，看不上的。可是对不起，到现在你看所有不管你再大的媒体，他都告诉你他的 APP 是，好要你去他的专业，然后更恐怖的是到现在。YouTube 就出来，已经出来了。现在很多电视，它那个连续剧，它不是真的，它照现在观众不见得每天都乖乖把九点到了来开电视看连续剧，没有。你像年轻人，你不太在手电视看电视了吧？大概连续剧播一些那个，直接就在网络上。那更厉害的那个，像那个中国那台直接帮你把它给翻好，韩剧还翻好，日剧还翻译都翻好。那个点阅率已经让电台压力非常。然后他们也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在失守这一块没有用，就失守所谓这种大众没有用。他们也在想怎么透过网络，不管是去宣传，不管是把东西放到网络上去，哦，你包括现在很多电视节目都一样，明着做东西是放到八点去，可是心里在想的是什么？是他的点阅率会有多高？点阅率跟收视率是不一样的东西。收视率其实你现在要拉高都不代表很大，但是。奇怪，一个点阅率两亿的，两千万的，你知道吗？那口之高的，然后现在慢慢的，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像网络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群人，他，我忘记好像是那个，就他自己来拍广告，哦，像什么小的什么那个什么小贱贱的，或者他自己来拍广告，然后自己放到网络上，然后现在甚至还有广告公司跟电台来找他跟他合作。所以是说网那个整个现在整个网络媒体的那种翻天覆地，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而且它已经强到去压迫到我们在讲那种所谓以前那些很傲慢的主流媒体，不得不去正视这些东西的出现。那正视到后面，就是我会跟大家讲，那大家所做的事情就有意义。为什么？以前像我们都会讲说媒体是什么。守门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概挑选新闻事件。那守门有一个很，其实另外一个比较保守意思是比较被动。为什么守门？因为你要上，你东西要上电视台，你东西要登到报纸，就经过这一关，对不对？以前我不骗你，以前三台记者出早一点以前出门，我在里面跟那监察院的那个监察委出门一样，大家有什么事情就跑来跟他讲，我们真怎么弄这样？这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他基本上是新闻拼命给他的，然后他每天是，你那个像现在，包括现在的那个二十四小时的新闻一样，其实所谓一个小时的新闻里面，大概我们讲的新闻，所以你看的一则一则就大概16则到18则，哦，你就算看一天，我五天保证，改天你有机会有时间有那精神，你把一天的新闻，你把整个从6点开始到7点、8点、7点开始看，看到晚上11点收播。你去把里面新闻全部计算，它还是18折，顶多上午跟下午差别是有些东西有新的变化，5折更换，所以你懂意思吗？那一天里面，你看24小时在播新闻啊，其实13折到12折是重，从你早上9点再播那一折，到晚上10点它还是在播那一折，顶多就是到了下午或到了晚上有新的事情发生，再补一个上去，所以你看也24小时新闻啊，它是告诉你很多事情，不要被骗了。就是那些新闻，然后更可悲的是，如果你家有3台电视麻放在一起，哦，这台跟那台跟那台一起看，
其实你想到这记者都跑跑一堆的地方，跑一样的地方，因为接受同样的采访通知。所以以前的守门人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跟你讲，到现在不是叫吹哨人，那吹哨人更好玩，更可悲，不是记者，是所谓我们现在不管你用公民媒体，其实我觉得那个有些人不是公民媒体，他就是一般的路人甲、路人乙，甚至等等的那些所谓可以马上在现场把消息放出来的人，那个就是吹哨，他影响到媒体的多少，这是个人媒体的诞生。那我觉得这一波里面很重要的，除了网络之外，摄影器材是不是？以前你十年前你要去买台摄影机，还是买得起吧？可是你不用去谈画质，大概就是那样。然后每次只要拿，对不起，只要拿这台，然后站在那个专业媒体的旁边，就开始自卑了。你那台，然后可是我跟你讲句实话，现在媒体真正的媒体拼命在买小台，因为做了镜头觉得很重。那工作寿命，如果说一个记者要做很久的话，那个一台14公斤、20公斤那么背，那是受不了的。不要说背了啦，万一你遇到那种什么，从地检署出来就开始拔腿狂奔那一种，你怎么追？现在不敢想，反正你现在去看那个很多现场，现在记者的拿机器是越来越强，甚至还有直接就拿手机在拍东西。好，那器材的确是一个，我要讲的是说，他把很多东西那个线。那个专业线给拉平，那我觉得是对啊。你看，前几年还拿那个浩金宝还拿那种这种大的摄影机在拍，那就是大的那个对不对？阳春的啦，你看现在已经用那个手机就已经可以，所以那个器材的转变，其实它一直在变化的东西，它不只是东西在变，其实它在磨一些专业跟非专业，所以你在想象记者的那条线，其实它一直把它磨掉。好、哦，啊，一样就是跟你一样，是不是？像他这种，他这个已经是在个人媒体里面最高端，其实就是现在你现在有直接播出去吗？没有，没有吗？他这个已经是等同于电视台的 SM 记者，是不是？但是我也可以直接播出去、啊。我意思说，就是说，在以前这种东西是你无法想象，你觉得不可能的，是不是？你一定要哇，一定要飞到 SM 去，然后透过微波，然后送到电视才可以在电视上播出。可是你看到没有，个人。透过网络的连接，透过那种无线讯号连接，它已经可以做到的同步播出。而且更好玩是，很多东西其实到后面，哦、像最近有一些抗议的现场，像去年抗议现场，电视它不给你全程播啊，它大概播个一两折，然后就要去播别的。那对这有兴趣的看什么？就是看他们的这个来了解现场状况是怎么样。哦，好，那。越到后面，其实东西越来越，哦，这是之前，我在那个部落格上面写了一个那个文章，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中文告诉说，他就直接把你的照片拿走，哦，然后把你的里面东西引述，他就转出来报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说，不要以为你的东西好像说保险没有，就放着没有，不会，那。对于所谓的媒体记者，当然是只要他可能不知道我是记者，他只是从网上就觉得这东西文章好用读好看，他就拿去用。那我只要跟你讲是说，他会到那种所谓就是说，大家的东西就变成不怎么讲，你们就是他的新闻来源了，你知道意思吗？他可能不知道这事情发生哦，像这个我在显示营区要怎么样被改建，要树要被砍掉，那可能是他也不知道事情发生或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或怎么样，可是。你去了，你知道，然后你写，他就把你当做新闻来引用。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说，其实比较好的记者是你要，你看了这个，我当然会讲到资料，你看了之后，你还是要到现场去。其实不应该说直接就抄，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而且你甚至抄你也没有智慧。那这个还是抄事件，那更糟的是抄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头，我觉得很头痛。那一天就是那直接的事情。哦、然后就是他整个那个问题，然后你就跟 FB 上就写一句说我要叫出战争，就没想到过没多久看到怎么一则新闻怎么写我去要的，你知道是吗？那个是纯粹个人意见，那个已经不是说我很完整去叙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短句。那我要跟各位讲是说，现在的媒体，哎，
你只能说他开始依赖很多所谓的网络消息来源，非常依赖。那在媒体圈来讲，我会平常讲，这不是好事，因为其实再怎么样，你身为一个专业记者，你还是自己要去跑，自己去求证，甚至于你如果觉得这东西很重要，可以再来问清楚。哦，对媒体而言，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是好现象，可是我会反过来跟大家讲，对大家而言那是一个好事。所谓好事怎样？你懂意思吗？就是我们前面开始讲，大家都觉得我写东西很重要，或没人重视，可是你看是不是这样？现在媒体都在找网红什么东西，要找到最典型、最经典的这种，是不是？我现在开玩笑说，改天去统计一下，看一个所谓正式的新闻里面，一节我们刚才讲18个里面，有几则是所谓的行车记录器新闻，是不是？是不是？你去看哦。现在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的现象，就是说，我就两面性，你可以反过来，就是个人，你所拍摄到、你所制作的影片、新闻的内容，越来越有可能被大众媒体去引用。可是反过来，对于大众媒体而言，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专业化或者是那种越来越低，因为等于是嘛，就算你是一个好，当然这现场不可能重拍了。可是你除了把这个 YouTube， 因为这大概都是人家放到 YouTube 上面的东西嘛，拿来就直接用，那你也应该到现场去看，到底是耗子根有问题，或者是什么有问题。可是你常常看到的是整个新闻从头到后面播完，它就是放那个 YouTube， 而且不断的重复那些所谓比较惊悚或经典的话，那个不是好现象。可是不是好现象，我会反过来跟所有有志于网络写作的人而言，哦，就是说你们已经变成是大众媒体在搜索或者在引用 的目标。那换个角度，烂东西他可以拿去用，好东西他也会拿去用，哦，这就是我讲的所谓的机会。所以我会前面跟大家讲，不要看清自己的报道或等等，因为有些东西不见得说所有东西目标就是报道，写了东西之后就非得要大众媒体。后面讲，不见得是要这样哦，这不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记录或写作的唯一目的。可是我会跟大家讲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这个地方，哦，不会说你的东西好像就是没人看过，就是在这个地方。